大家好，我是铁头，今天准备了一条全鱼来做道好吃的，先把它清洗干净。洗好的全鱼切小块，切好放入盘中，准备几瓣蒜和一块姜，把它剁碎，一起加到鱼块中，来上点料酒、盐，少许的蚝油，少许的生抽，来点胡椒粉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，腌制15分钟。准备2两蓝角，这是小时候大人最爱、小孩子特别讨厌的味道，把它冲洗一下。洗好，把它稍微切一下。然后把它铺到腌制好的鱼块上，锅中烧开水，把鱼放进去，盖上锅盖，大火蒸7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出锅。撒上点葱花，这道蓝角蒸全鱼就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啊。这样蒸出来的全鱼，鱼肉嫩滑，加上蓝角特殊的香气，吃着特别开胃，特别过瘾。